印度航空一架飞机降落在马累机场的在建跑道上。印度航空一架飞机近日降错跑道，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。据印度快报7日报道，当天印度航空 Air India 一架从喀拉拉邦蒂鲁文南特布勒姆 Thiruvananthapuram 起飞的航班，在马尔代夫首都马累机场的一个在建跑道降落。这架空客 A320 客机当时载有包括乘客和机组人员在内的136人，并据新德里电视台报道，一名消息人士称，飞机的轮胎和刹车装置都遭到了严重损坏，需要进行更换。印度航空一位高级官员说，飞机的轮胎扁了，随后被拖到了停机坪。印度航空一名发言人也确认飞机降错跑道的消息，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细节。目前航空公司正在调查事件的原因，这也是一个多月来印度发生的第二起类似事故。八月初，印度捷特航空 Jet Airways 一架航班在从沙特阿拉伯利亚的机场起飞时也跑错了跑道，当时两名飞行员试图从滑行道而不是跑道起飞，飞机上当时有约的150人，